是，为什么呢？一零公主有这个毛豆公主的称号，是的，因为我本身是台南新市人，然后我们第一届的新市区农会举办的一个毛豆公主选拔，是，然后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吃毛豆，我就觉得我很适合当公主这个封号，对，对，然后开始有这个封号，然后开始帮家乡代言这样子，哇，对啊，毛豆是一个很健康的食品，对，影响成分很多，而且大家知道吗？其实这个日本啊，是日本人很喜欢吃毛豆，他们一直文化毛豆占了很重的比例，其实有一半以上都是台湾出口去的，对，台湾其实种毛豆非常多。 台南的新市，还有这个高雄的美浓地区，全部都是出产大量的毛豆，因为有时候他们在采收完之后，我会去捡嘛。今天啊，你那个，不是因为他采收完了，他用那个大台的机器采，因为不可能干啊，那紧诶，慢，然后他整个采收完之后，他就会开放，剩下的就是附近的邻居什么。 然后大家就是毛豆田在那边捡，对，是啊，开放不是偷偷去啊，不开放，对，我这边你等，等看台南嘛，看当时也在开放，我去捡山药，我会跟同事说，玉井香化当时被开放，哎，他比较喜欢吃山药，芒果，对吧？是我也爱啊，哇，是，对吧？看当时也在开放，我来去捡嘉义鸡肉饭，哦，对，好。 去哪边捡跟我说，大家的秘密。我们主题是什么？吃喝玩乐尽在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去吃，吃完说啊，老板说捡到好多这个鸡肉饭，啊，吃完啊，你还是要付钱，然后不要说，哎，喏喏，你待定工，你再来家 Q 给爸爸，好啊。
Q 出来，出来六钱哦，六钱，对对对，要促进嘉义当地的观光。对啊，是。可是我觉得像这一次办的活动，其实就已经蛮促进，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。还有，你知道，其实来的人还是全国各地耶。对，我的粉丝从台北下来的好多，台北来的粉丝在哪里？热烈的响应，就是我一定要来参加。我跟你讲，啊，这个南嘉义县长，对，南嘉义县政府办这个活动最主要宗旨，让全台湾各地的人都来这边。啊，因为不可能来，但你不要等也也多几晚嘛。对，我就昨天就住一晚嘛。忙掉。啊，住到这边晚上，啊，回饭店洗完，除了这个会订饭店嘛。是啊。洗完澡出去，然后就会找嘉义的夜市啊，好吃的东西。啊，去嘉义买东西啊。啊，可能今天晚上又要来看演唱会，可是白天没事啊。对。他就会去哦，故宫南院走一走啊。好，啊，去阿里山看日出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变到了。晚上再拼回来听演唱会，安尼上忝，行程有点满嘞，很满，哎呀，袂歹啊，安尼外好嘞。可是我真的要讲哦，我们吃喝玩乐尽在嘉义，就像碧玲说的，是全国的朋友都来，因为我真的差点连住宿都订不到，是真的。你差点要流浪街头的概念吗？差点啊！你早一点讲，我帮你处理。怎么处理？因为每年都会来嘉义啊，这个打那个明星公益棒球赛。哎呦！对对对对，嘉义的棒球场卡弄杯，大家都应该知道吧？卡弄知道吗？对对，有啦，哎，嘉义怕棒球哎，哦，那是咱台湾发源地哎，卡弄棒球哎，对不？卡在哦，家日本队搞到我你讲，哎呀，天笑，叫我睡棒球场是不是？喂，没棒球场，哎，附近有好的饭店啊，对对对，吓死你了，真的，是是是，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毛豆公主一林来个嘉义，一开场唱的歌哦，大家拢真欢喜。谢谢大家，真的，因为其实我也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唱歌给大家听。是的，那我也希望说，待会带来一连串的歌曲，是希望大家的掌声跟尖叫声要大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让玉玲感受到我们嘉义人的热情，好不好？歌手来为秋上面刮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带来了我去年发行的第二波的主打歌，是叫做《七情不浪听》。好嘞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我可以看到我们嘉义人的热情吗？掌声来好吗？我待会有带小礼物哦。为你
家从此了断，不要关心我，想要最后痴情无人听。谢谢，我有看到大家都有把我们的手电筒一起打开，真的很漂亮哦。给现场朋友，待会如果想要的要举个手好不好？紧接下来呢，带着一首呢好听的歌曲《烟魂披祖娘》送给现场朋友，谢谢。我唱一小段下去跟大家拍照握手好不好？那你们待会的掌声加尖叫声要一起来好吗？特制的哟。Yeah.
听到你们什么声音？谢谢，小心我丢的因为太远了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我要带这首歌曲呢，是一首蛮有祝福的意味，叫做《幸福满满》。祝福呢，我们现场的每一位朋友，每一天都可以非常的幸福，非常的美满。谢谢，大家要小心哦，好不好？鼓励，谢谢依琳，谢谢依琳，带来精彩的演。